刚谁打给我？谢天云啊，小云宝宝啊，叫我起床。今天目标几天？今天目标几天？目标就今天。我要睡觉。哦，干好帅。这只是不是也能刷色尾啊？虽然我也不会想抓它。索罗亚克，我之后再抓吧，之后也可以抓。先我先。不会死吧？没事。睡觉，睡起来。怎么都效果不好啊？为什么要现在抓？我其他几只就很强了。他妈的不在睡觉！我干什么？他妈给我吓死啊！哈？啊，算随便了，之后再生就好。他之后就没了吗？是啊，觉得他是唯一一只头目索罗亚克色尾。哦，就揍一揍他好了，反正他应该很好抓。我不知道这样能不能刷，因为它很像一进去的地图就是固定闪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应该是要在门口外面弄纯督档，而不是门口里面。因为在门口里面，它是鸣雷，它不会是那个进去战斗里的，所以这个应该是没办法刷的。应该没事，不会死吧？可以了。这锁闪哦，对啊，那你们在那边云，那边七七拜拜。那有人有弄零二摇的贴图吗？笑死，你们用啊，你们用我就放啊。妈，拜托睡着哎、欸！啊，在 ，OK， 想用什么球抓他？他应该速度快的吧？豆腐都有几率，但是要一下要我睡，一下又要我直接丢，你们到底要我怎样啦？现在跟我讲靠赛，我感觉应该要死了。这版睡觉没啥用，还会打人。对啊，很白痴，有够白痴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抓不了、欸，我的等级是不是太低啦？干嘛有够难抓、欸？我吐了，我他妈超讨厌那种这么难抓的东西。Nope。欸，舒服，浪费我的球，好玩。欸，队伍被清空，好玩。我在丢最后一颗球，这最后一颗球了。我他妈也没有别的球可以丢啊。啊，随便啦、啊。抓得到，抓得到了。妈，超级球丢在一个赫拉克鲁斯上丢完。哦，抓到了，好玩。欸，皇天不负苦心人啊，我原本想放弃了。考验我知识，来。啊哈，啊，不没有几个眼睛。三蜜蜂、超音符、未知图腾、三合一死怪、仿佛夜灵啊！三蜜蜂是三个吗？你们有三蜜蜂六个，超音符有两个啊，未知图腾一个啊，仿佛夜灵一个啊，蝙蝠没眼睛，超音符有吧？不是有两个小眼睛？哦，那是超音符哦，哦，那是零，那是零啊，60131，60131，六，嗯，爽，很有梗，对啊，我好好笑。现在最后一个湖了，这怎么那么丑啊？哎、欸，这次我可不可以不要刷啊？好丑、啊，它长得跟病毒一样。它速度很快、欸，它速度他妈好快、欸，我可以直接秒它、欸。一定要抓干！你们每一次都一定要抓，为什么要抓啊？我不懂。把、啊、它自杀了，哈哈，那不是我的错，那不是我的问题，是杀了我没办法。YT 影片一出，本台年龄层直线下滑，没有啊，本来就在直线下滑，本来就没多高啊。你怎么会觉得一个有看我的人年龄很高，然后想要看我那边大吼大叫穿女装，然后还穿老人装的错觉？大家都是国中生啦！你今天三十几岁，愿意看我在那边跟我吃鸡鸡这样喊，你就是国中生啦！在这边自傲啊！等一下，这个知道什么任务？啊，我要投中他哦！我要投他，你他妈！啊，反正无限氪就一直投，随便投就好了。啊、我要预测对不对？你要我怎么丢啊？我要放弃吗？绝不放弃，永不投降。哎、欸，他其实这边的点都是固定的，都是这边。哎、欸，随便丢，随便玩，反正丢不到，然后就一直随便丢就好了，跟我猜的一样。啊，刚才设定就是让人抓不到啊！可以看一下这评论一下这影片吗？这什么东西？呀，这不是我啦！要爱爱要爱爱，哥哥我要你的爱。要爱爱要爱爱，请你千万别离开。不是我啦！给我安慰吧！看，这不是我，我被换脸，我被换脸，小玉，不要乱搞我，这不是我。哎呦，都来了！哦，红色锁链就是这个。你还活着呢？干你娘！我他妈的有变是不是啊？幺五哎哎幺哎哎！哦，干我要做球哦。神兽需要多点球，对不对？你加班规则改一下，你就可以比他晚下班了。我没有想要晚下班的意思啊，我要改的话，我真的现在就想改一分钟啊，因为我真的我要忙啊，你知道吗？以为我只有直播，主频道还要拍片啊，说的好像你他妈日更，我游戏频道日更呢、啊？啊啊啊！我是欧鸡鸡大了，欧不加班了哦。感谢五千小西点。
这就是天冠山吗？哦，这边有王哎，这王应该是固定的。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全世界最穷的百万 YouTuber。钱都去哪了？啊，好黏糊，钱都去哪了？你的钱拿去投资摩的咖啡。好臭啦，摩的咖啡我不知道啦。啊，被操劳就是这三小逻辑啊。哦，它就是这个嘛，五开。干，我不应该用这只的。好，先睡了，先睡一波了。那操，怎么都在睡觉啊？你很喜欢他妈打炮是不是啊？哦，这蛮痒的。I'm gay。你知道我这么痛啦？我看这版的对战系统真的有够白痴了，那动不动我两下直接把人秒掉，到底是他妈有三小游戏体验？耍白痴，沙奈朵，好啊，他速度比我快，我要死了，再见，我还活着，他现在选择冥想。好，这游戏限制游戏吗？对啊，先手越强你就越强。影片怎么办？我刚损完了，只要打修改的话，我就不太方便开。这种白痴游戏啊！哎，我要输了，好玩、欸！我他妈输了，我等下就去吃饭。反正都要死，我不如一下把它秒掉吧。哎、欸，舒服。反正我阵容不是打这个面比较痛苦一点，他都是速度盾，然后可以秒我。我觉得速度型在这边都很强，因为你可以打三次，你他妈打三次伤害再低都他妈是等于别人的三倍啊！而重点是你还可以要么敷药，要么恢复正常状态，然后再他妈打一次。哎、欸，神兽到底可不可以刷色尾啊？他是现在要我抓神兽吗？哎、欸，我是不是错过成长时机点了？他白木要打，哎、欸，这不他妈就是，这不就是真钻打的地方吗？放马过来，冲他小了，好了，虐他了，虐他了。你只要让我知道你的组合，我就可以帮他屌虐你。你不可能比前面一个难打啦，他妈前面都速度型，你总不可能每个 NPC 都速度型吧？哎、欸，飞行系，飞行系怕什么？让。他其实睡这样弄也是有他的道理啊。一百应该可以死了吧？感觉这样我下回合比较变比较慢，没事，屌死你耶！舒服。哦，这个怕这个就是物理干他就好。张小，你要弄什么？人头。我干，你他妈有冥想？他是不是超人力气？怎么不可能？他是一般系啊。你怎样？不会死啊！不会死！不会、啊！感觉我不喜欢用大钢血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那个铁尾不一定打得到，他是血厚，我他妈直接钢猛吧？你血那么厚的话，哎、欸，卡比兽，好、啊啊、死了，快死了，快死了！哎、欸，你没击中我，废物吧？那你可以去死啊！打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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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爽！90%他妈终于像90%了，然后每次90%看起来就像0%，你知道吗？他最后一只是什么？龙点，好。先破完主线，对啊，我先破完主线再开刷、啊。妈的，被打败才下跪，他妈是我输的话，他妈绝对不会错啊！哎呦，角色好可爱。OK， 先火车锁链吧，这是谁啊？你们说干死他就好，对吧？干死他，我不用抓，对吧？这时间省还是空间省？空间省。我努力做的红锁链就这样爆了，还小。要用哪一招打他最好？他会怕毒吗？他应该不怕毒吧？我还是要抓住他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你他妈从水泡啊！哎、欸，爽！他的水泡命中率100%，舒服。水流尾舒服。他这样你就丢球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再丢最后一次，这样会不会死啊？但是不会了，他这样就不会，他这样应该不会死。不会死啊，不会死啊！但我怎么觉得我要抓很久啊？他妈每次这种东西我都要抓很久，头他妈有够痛。啊哈哈！我是小豪，我是小豪，哎、欸，好玩！不是啊，我他妈的头目他妈比神兽难做，头目要丢十几颗球，还有时间神是不是？哦，连打两只哦，那他妈连打两只哦，哦，钢龙，钢屁眼龙，好，我们跑了，我们就当跑了，好了，直接 go go 吧。等一下哦，这索罗亚克长得有点像菜渣哎、欸。就像啊，帅帅的中二，那不会这忘了要跟我打吧？操！你狗答对了，没有跟我打吗？他到后面才跟我打，还拿奇拉蒂娜是三小，真的是要丢正宝吗？这正宝就很简单啊，丢正宝就是技术成分。看他妈超帅的好不好？一堆人说这造型不好看，他妈超帅的、啊，他把巨星怪吞了吧？巨星怪被吞啦、啊！
妈屁啦！你这知道怎么做？等。哦，这个我没跳到。哎，西吧！啊，干完蛋，我要死了！干，我要死了！哎，我，啊西！哦，干，我刚没躲到那个，他那个好及时哦！再来一次！谁要他妈继承挑战条啊？继承的太逊了吧！我说站远一点比较有反应空间，是不是？只是站近一点，哎，站近一点，你们的观感比较好啊。哎，近一点伤害比较高吧？哎，这招躲不了，哎，干！我看这招超白痴哦！哦，干！他会第二次，这会第二次对吧？对。你屁呀、啊！你妈屁呀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绝对不会用接关的，我要直接过，我要用继承了。我今天重点是全图鉴色尾，不是他妈的技术台，好爽哦！你就再来嘛，还有第二次对吧？好啦，结束了啦，废物哎、欸！我干完蛋，死我死，漂亮。这是起源球，这是七龙珠的大绝吧？哎、欸，这道破出来我会笑死。多做的事吧，啊，解完了，一周目挑战完了，你解这游戏很快，而且我是慢慢玩，我们社会之旅才正要开始呢，社会之旅准备开始，哦，还没看到阿尔宙斯，他就直接给我跳完结篇了，谢谢，哎，好玩哎、欸，开始大富翁环节，跟本本结婚，我要开始变大富翁，我他妈跟你们讲，我这一代的上一代，我他妈一周目就破了400多小，我一直破到阿尔宙斯出的前天才玩完，你们都不知道，我现在蛮感动的。